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盛大举办第35届年会，以及新旧会长交接，现场贵宾云集，包括了联邦众议员赵美心等民选官员，以及呢这个侨委会的副委员长任宏也都来道贺了。新任会长朱碧云接下会旗，正式走马上任，也不忘提醒乡亲好友，10月10号欢迎来盟市参加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升旗大典。精彩的祥狮献瑞表演为联会拉开了序幕，十几位南加州华裔民选官员大集合，舞台上人挤人，贺状发布完。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周庆龙副处长、侨胞大交长、侨委会副委员长任宏都来祝贺。联邦众议员赵美心肯定加台联立足南加，团结台侨，有目共睹。They've done such a great job in representing Taiwan and the residents that are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of course have done the Independence Day each and every year for all these years. And so they have such an active membership, and I am so pleased to support them. 为加台联喝彩，在任宏监交下，加台联的会旗从现任会长纯华裔手中交给朱碧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感谢35年来前辈打下的基础，要继续发扬光大，未来也有新的目标。在海外打拼的时候，是靠了我们的父母这一代的人来支持我们，所以我希望在未来的方向着重一些年长的回馈的服务，以及扶植新一代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政界、在职场能够由我们来协助他们。爱拼才会赢，朱碧云开心的与好友们一起高歌，歌名来名字，气氛嗨到了最高点。他表示，每年盟市双十升旗是加台联重头戏，今年不例外，提早3个月与乡亲有约，欢迎来参加。东森新闻吴中国、李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